子干什么？小心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朋友就要光天化日搂着你啊？怪不得赵明江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，还说什么不为感情，这不就是你爹是吗？这个虚伪的女人。萧北辰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喜欢谁，交什么朋友，为什么要跟你交代？萧北辰，你放开我！你为了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？有本事冲我来啊！三哥，知道你今天碰了谁的女人吗？反正不是你的女人。子正，子正，萧北辰，你要杀他，干脆连我一起杀了。阿姐，你让开！你别管我。子正，萧北辰，萧北辰，你不要，不要！子正，子正，你放开我！阿娇，放开我，萧北辰！阿娇，放开我！好久，萧北辰，你放开我！好久，你放我下去！你放我下去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竟然敢背叛我！你说什么？什么叫背叛你？你知道我在雪里等了你多久吗？你到底有没有心呢？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赴约。什么意思？你由始至终都在耍我是吗？什么叫耍你啊？萧北辰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要被你这样对待。那年灯会你为什么要赴约？你为什么会主动吻我？萧北辰，我看你是疯了吧。你好听，当年灵犀灯会的事情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是吗？原来你对一个不喜欢的人也能投怀送抱。当年的事情你怎么不去问问你那两个好兄弟？如果不是他们，我根本不想，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